那个一片米粮船。高粱谷子望不到边，黄家的土地数不完。东家在高楼，吃吧。杨大伯，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。来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杨大伯，吃饭吧。哎，王大婶，我来吧。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。哎，看他杨大伯说的，这谁跟谁呀，在这做这么口口饭，还费了什么劲了。哎，没法子，孩子跟我下地了，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。哎呀，看这孩子，看把手磨的，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，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？我说不叫你们干呗，你们非要干，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。他赵大叔，来喝口米汤吧。喂，老杨哥，老赵兄弟，下来喝口米汤吧。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啊。哎，赵大叔，喝吧。啊，老杨哥，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。哎，交了黄家的租子，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。大婶，我来吧。王大婶，老杨哥，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。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
该办了。春儿，贤儿，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。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，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啊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家老赵兄弟说的对，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，蒸上锅喜糕，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，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。他到那功夫，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，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。哎，看他大婶说的，大春这孩子好啊，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。对。漂亮了啊，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。叫喜儿啊，少东家心眼里头磕疼你了。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。啊，他妈的，少东家，您回来了。少东家，把这给老太太送去。老木，哎，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。好好好。娘。是哎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娘。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。三伏天，在外头累了一天了，当心受暑。还好，娘，没什么。娘，你老人家要的东西，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。哦。少东家，老木，进来。是。老太太。老木，今年年景怎么样啊？托老太太的洪福，咱黄家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。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，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。是是，错不了错。是哎，啊，娘，回去歇着吧。啊，娘，那我就走了啊。
老穆。哎。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，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的，坏了我黄家的名声。是，老太太您放心吧。去吧。哎。种地户们听着，往年的珠子和今年的珠子一块清了，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。怎么，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，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，共欠大洋22.5。那什么时候满期呢？还是按的老规矩，腊月门是满期。少东家呀，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儿。咱们这么着吧，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。哎，够交黄爷的租子了。爹，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。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，你过门子就不用了。大白啊，老五出卖谷种子都交了。老五都还欠几两五啊？穆先生，这7.5斤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。这不是我把谷种都交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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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在这添麻烦了，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。你给我把足器拿回来，去给他拿去，给他拿去。好，我把足器给你们拿来。我伺候你们黄家一辈子，今儿短你们7.5斤珠子，你就不叫我活了。老五哥，把心放宽些啊。我给你们拿来。杨白龙，孙正，哎，来了。穆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，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。老杨啊，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，哎，好说呀，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。哎，行啊，加尔德利啊，我给你把话说明白了啊，到了腊月门上啊，一定把钱预备齐了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到了腊月门上啊，一定把钱预备齐了。哎，行啊行啊。算盘算，欠下人家多少账呢？还往上垒。我看到腊月门上怎么还。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，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，还操出不是来了。这是谁家？不知道啊，
大嫂哥，大嫂，这是谁家？老五叔跳井了。啊！我去看看去。杨大伯，你可别东想西想的，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，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，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。别下去了，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？半斤卤水花了200，还剩3.8。他赵大叔，磨好了就吃饭吧。啊。行了，完了。哎，找死啊！要死你，这卤水还能喝呀？老杨哥，哎，够交黄家力钱了吧？兴许够了吧。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，哎，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。今天腊月黄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。行了，一天挣够了，金房也磨好了。春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件小方怎么样。别等正月初一了，先进去试试吧。别等正月，别闹了，别等正月初一了。爹，你看大锁哥，真是别闹了。买衣服吧，老头，这件红棉袄卖给你吧。娶媳妇聘姑娘都很好啊，才2块5毛钱。卖给你吧，老头。杨大伯，柴火卖了2.5吊，给你。明儿你办喜事了，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。我不用，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。
先回去吧，我到黄家回来再去回去啊。好。快五毛钱，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。哎，杨白劳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？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，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？老杨，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。少东家，这七块五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，您要我本利还清，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。哎，欠债还钱，年底交账，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。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。嗯，少东家，说句实在话吧，我种你老人家的地，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，还你老人家的账啊。就是说到前面得还账。老穆啊，哎，老杨啊，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，那就看你走不走了。穆先生，你说啊，把喜儿领来顶账啊。把喜儿领来顶账。少东家，少东家，这可不行啊。少东家，杨白劳，你打算怎么着？少东家，不要跟他多说了，快给他写份书，叫他明天把人送来。好，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。上哪儿说理去呢？
少东家就是二县长，皇帝就是衙门头。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。立妖人杨白劳，欠东家大洋25元，因家贫无法偿还，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，以人顶账，两厢情愿，绝不反悔，空口无凭，立此为证。立妖人黄世仁、杨白劳，中人穆仁志。来吧，老杨，弄个手印吧。小东家，你心情好啊！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，小东家。去，把她捆起来，送到县衙门里头去。来吧。杨大伯，皇家的账交清了吧？交清了，交清了就好了。准备过年办事吧。他杨大伯，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。啊？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啊？行儿，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，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能先进去了，可别撅嘴。别疯疯癫癫的了，快进去吃去吧。啊，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的，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，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。怎么不行？行。喜儿，叫你爹快来吃吧。爹，快来吃啊。哎，老杨哥，哎，一家人就等着你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老杨哥，快来吧。老杨哥，来喝一盅。爹，快吃吧。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大伯，别心眼窄了，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？老杨哥，别那么憋屈了，啊？这不报不报，是时候没到。春儿，喜儿，啊，听你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。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。呵，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。大婶，你叫张大叔说呀。啊，爹，你个吃啊。啊，那是民国23年，大叔给财主家逼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，我一气儿都奔了黄河西了，到了那陕西宝安县。有一天黑家店正要脱鞋上炕，忽听得村外是乒啪响开了。我一说不要怕，是红军来了。
的大好玩到街上去，那么一看呢、啊，呵呵，在那地主家门口啊，种地户们都去了，把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身上的文书老账，一把火都给烧了，接着啊就分了地，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。再看那红军，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，头上戴着芭蕉帽，当劲儿拿着个红武器，哈哈。这真是开天辟地，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啊！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。赵大叔，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？就在黄河西边，过了黄河就到了。赵大叔，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？等着吧，总有一天会来的。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，你们还吃不吃了？哎，我可吃好了。安哥，明天我给你道喜了。哎，杨大伯，你也该歇着了。哎，喜儿，明儿可早点起来啊。上炕睡去吧，啊。睡着了。对不起你呀、他王大婶，老赵兄弟，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。喜儿他娘，你临死的时候说，好歹要把喜儿这孩子拉扯大，我把他拉扯大了，喜儿给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，喜儿。我把他卖了，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，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，我该死，我有罪呀，我不能让喜儿这孩子走，我要跟他们拼。在哪说的兄弟，少东家就是二县长，皇帝就是衙门口。
千不该万不该呀，你再有天大的冤枉也该把话说明白呀。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。哎，这不是老杨吗？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是怎么了？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。啊，喜儿啊，你给我到房间去给你爹请口棺材吧。来来来来，你干什么？你烧火试试。好啊，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，我就把话说明白了。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，哪位帮忙给念念呢？来，李栓，你认字，你帮忙给念念。立妖人杨白劳，欠东家大洋25元，因家贫无法赏还，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，以人顶账。千万要行行好吧，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，老杨就欠着钱，我看以后让他婆家来还，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。是啊，穆先生，您千万行个好吧。穆先生，你行行好，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。你不信他们大伙儿的否，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。那不行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，我做不了主，马上把他带走。你们还讲理不？他妈，你们这就要账，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。好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，就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别动，开枪。天理人情都在这儿呢，谁不要命就来了。咱们是打掉了门牙，往肚里咽，记住了就是了。喜儿，兰，给爹磕头。爹呀，别走。爹呀，朱大婶，我就是不信呀。下，我不信呀。大叔大婶，我不信呀。把校服摘下来。啊，爹呀。顺着咱们少东家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以后要什么有什么。
少东家，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。去吧。大年初一哭什么？多大了？话呢？十七了。看样子倒还机灵。哦，这孩子手可巧了，伺候老太太挺合适了。哦，回头给世人说，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。娘，娘，你看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。他去换身衣服去，安排他。哦。娘。孩子，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？你看，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。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。哎，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。哎，没法子，忍着点儿。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，想法出了他黄家，还能和您的女婿撑个人家过日子？张二婶儿，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，二婶子会照顾你啊。来，来换衣裳。张二婶儿，你给我往大师捎个信儿，我活着是他家的人，死的是他家的鬼。人儿活泰
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，给我去做点活去啊。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？你说。你管得着？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，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，你是不会死心。春儿，王大春。王大春，这块地呀，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。走吧，到你家里头拿足气吧。嗯。走，咱们给他拿去，啊？走。照顾你不周到，喜儿，喜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喜儿，你千万不能啊！啊，二婶儿，你要是疼我，你得让我去死，孩子，你千万可不能啊！起来，喜儿啊，你千万可不敢往绝路上想啊。喜儿，孩子，你还年轻啊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你看住他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鞋儿拿走，你冲回去。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。赵大叔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二婶，喜儿怎么了？二婶，自己孩子跟你有什么话就说。孩子给糟蹋了。
坤儿，春儿，喜儿这孩子一个心眼儿就在大春儿身上，哪有了这个事儿啊？非要寻死上吊的，这会儿我还叫人看着他呢。赵大叔，你快想个法吧。走吧。唐王大师，叫大春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红区去。别东想西想的啦，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。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，走。喜儿，走。保佑我大春哥安安稳稳的过河西，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。喜儿，二婶儿。还没吃饭吧？给。孩子，你吃点吧。二婶，这阵我一闻见那油腥儿就想吐。
二婶，我没法活了。孩子，不管怎么也得活下去，等你大叔回来。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，老大爷，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，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。老大爷，老大爷，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。好，孩子，你别着急啊，来，起来，你大爷给你想办法。上了那个山，你就会看到红军了。记着，红军是穿的黑衣裳，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。去吧。找到你们了，我可找到你们叫你，走吧，啊！喜儿啊，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，来往的客人很多，你看。你这么大的身子了，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。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，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。嗯，这有两件衣服，你带回去穿吧。给老木，哎，这个丫头不好治啊，
们要多长点心眼儿。是是。安顿好，把他领出了后门再下手。您贩子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在外边等。东西说了，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。孩子，别做梦了，人家黄家把你卖了，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去，孩子？我和他们拼了，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？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，快逃命吧，孩子。二婶，二婶，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，你把这双鞋叫了，可不敢这么说呀，孩子。不管怎么着，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。有2块钱留在路上花。二婶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走。二婶，我可往哪儿走啊？快顺着后山沟走。人呢？嗯，跑了啊！他跑了，好，快追！是。
在这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吗？你给咱们大伙讲一讲。哎，老婆大爷，你给我们说一说吧，给我们唠叨唠叨吧。哎，给他们讲一讲吧。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，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，这可不得了啊。听见了吗？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、啊，我进城去赶集去了。回来的时候啊，这连雨天呐、啊，哎，这道可难走了。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。这时候这个天呐、啊，可就黑下来了。上边浇着，底下流滑，实在没法了，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。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，这个门呢，虚掩。我用手这么一推呀、啊，嘎吱，这门就开了。我就紧走了两步，到了二门那儿。哎，这二门也虚掩着，我就轻轻地推开，我就进去了。到了屋里头，跺跺跺跺脚，抖抖水。哎呀，可把我浇坏了，我想找个地方挠挠。说我这么一看呢，那帐帘落下来了。我仔细这么一看呢，这帐帘还动起来了，是忽悠忽悠，是越动越大呀。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，我往下这么一看，动我都没有了。这一下子可把我吓坏了。哎呀，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，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，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。就倒过了，我就说了，白毛仙姑啊，白毛仙姑啊，你可不要见怪呀、啊、我这是被雨来了，我实在没法了，你可不要怪罪我呀。这么一说呢，没有动静了，我就放了心了，缓了一口气呀、啊、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呢、啊、爹，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，浑身刷白呀。我脚的身旁嗖下去一阵冷风，我头着这么一看呢，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
叫你的妹妹赢了。啊，好好。哎呀，哎呀，老穆，哎，今天是不是十五了？是啊，南门仙姑还没来取供啊。哎呀。白毛仙姑多多保佑。弟子黄世仁，跟你老人家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哎呀，哎呀，鬼啊！鬼啊！赵大叔，春儿，赵大叔，好，好，好啊！哎，你别跑了，走，走吧。你们别跑了，是大春儿回来了，是咱们大春儿。大春儿哥，胡子。大嫂哥，大春儿，大嫂哥，真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大嫂哥，大春哥，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？我们是八路军。八路军，赵大叔，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，现在我们叫八路军啊。好啊，好啊，老天爷睁了眼了，红军来了。在哪儿呢？大婶，那不是吗？娘，娘，娘，春儿，春儿，叫娘看看你啊，孩子。娘娘看看你啊，娘，孩子，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？娘，天天躺。
来了，倒哭起来。今儿个是好日子，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！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到了头了。咱们村的大春儿也是你们老红军了，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。不要大哥，我不要。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王大春回来了，八路军也都开过来了啊！大春同志，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，这样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。多少条人命，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，现在给他来个减租减洗，都我憋不住这口气，咱们分了他，给他来个斩草除根。行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不行啊，这活着人家是英雄的，怎么不行啊？我一点都不行，先生，我不行，七嘴八舌都办不了事儿。春儿，你说说，上边这个章程到底要怎么办？对，你说一说。春儿，春儿啊，你可回来了。二婶儿，何大婶儿，这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儿留的一双鞋。可怜喜儿这孩子，明天就整整的死了三年了。为了团结抗日，对地主，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。像黄石这样的恶霸，大伙儿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。对对，那咱们先跟恶霸斗争。行，明天我就到外头联络去。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。接着就给我还点减租。对对对，哎，大伙儿别走，明天吃了饭，咱们在村西头开会，成立农会啊！好好好。少东家，糟了啊！糟了，怎么了？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，啊，说要减你的租啊！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，哎，看样子可凶了，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。老穆啊，哎，你来，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。好嘞，着火嘞！哎，快救火！滚蛋，滚蛋，滚蛋！哎，小边，小边，来，小边，过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来，你来，哎，好，他妈让你烧我房子，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。哎，咋这么快呢？老郭大哥啊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符啊，符！老三，你念念。白毛仙姑显神灵，啊、四方万民莫胡行。哎呀，安分守己神保佑，为非作歹天不容。哎呀，哎呦，谁得罪了白毛仙姑又显灵了。
春。大春哥，大春哥。先赵大叔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，军来了。